晚微风徐徐，夜莺亮起，远远望去，荧光色彩散发浪漫气息。这边的品种是红粉佳人的品种啊，所以我们所在樱花树下可以闻到这个淡淡的香味，淡淡香气弥漫，紫色、粉色灯光轮流照映。白天从高处俯瞰，夜晚的最佳视角正好相反，由下往上看，犹如一坨坨浓密的樱花球。武林农场樱花持续浪漫绽放，夜间粉色灯系花瓣吸引游客驻足欣赏，尤其主力红粉佳人沿路夹道迎宾，更是让人置身梦幻仙境。在下礼拜三大概会达到满开的状况，那下礼拜是最佳的赏樱期间，那我们也有在夜间开放赏樱，一个是在医疗站前方，那另外一个地方是在茶庄前方，开放时间是6:30到9:30。元宵节倒数，武林农场夜莺抢先点灯，成了樱花季独有亮点。厂方预估21号起将进入最佳赏花期，花迷们可千万别错过了。民视新闻王世良、志祥台中报道。